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加拿大中国妇女互助协会的 Room 直播间。我们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顾树林。我们妇女协会是支持加拿大华裔妇女的社区服务机构，鼓励加拿大华裔妇女积极地将中国有形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加拿大社会，同时呢，鼓励大家积极的参与我们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我们协会的网站是 ccwaa2020.com，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ccwaa， 欢迎大家订阅。YouTube 频道呢，每天会有我们节目的回放，便于大家观看。今天呢，我们一如既往的请到了我们大家很喜欢的王老师见。王老师呢，他是中国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多年的教学经验，擅长营养、中医等等的疗法。他善于从情绪综合的来调理我们的健康，给我们讲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健康的课，大家很喜欢。今天呢，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王老师。因为衰老呢，我们每个人都想健康啊，青春永驻。衰老呢是我们不想谈及的话题，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情况呢不可避免的到来，所以说，有些问题呢实际上是观念不正确。那么观念不正确，结果呢导致的结果就不一样。我发到哪个，就我好像没看见。我没发，我还没发呢。你看看手机里有，我马上抓。好。身心健康保健群聊。身心健康，我查查。身心健康保健群聊，行，我发到这个群里呢。
会吧，哎呀，这个东西吧，没关系，今天这个话题吧，特别特别轻松，就是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我还是想留出过多的时间呢，和大家讨论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建议，因为我们在观念不正确呢，它结果就会导致衰老和一些慢性疾病，所以说。因为衰老的因素呢是非常多的，我们身体健康影响健康的因素非常很多，比方说运动啊，睡眠啊，情绪啊，压力啊，还有一些疾病，营养健康等等，哎，对，所以说这个不同的观念呢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到人最后走的时候呢，第二页我们大多数人呢，最后28天花了我们一生当中60%的积蓄，这一个因为我是从这个片子考过来的时候没有把那个视频考掉了，所以说就我们就是知道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呢，像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因病去世的，像医院重症监护室一天3万4万都是他啊，所以说呢，我们走到人生的时候呢，把我们大部分的积蓄呢都送给了医院啊，这个是我们不想要的。其实你想想，你这60%的积蓄，你现在这个用于提高你的生活品质，那你的生活品质该有，你就非常一个愉悦的地步了。亲爱的，麻烦第三章。对，这个我们的这个观念呢，这里有一个实验，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家，艾伦朗格教授，他呢是在做了这么一个试验，然后呢这个试验呢被拍成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叫《到时钟》，这个电影呢，它就是。一些老人邀请一些老人沉浸在1959年的这个环境当中，那个时候他大部分都是70几岁的老人，他们去的时候呢都需要步履蹒跚，需要搀扶，在这个环境以后呢，结果是他们都意想不到的回到了这个年轻的时候啊，他们这个环境当中呢只是发过你当时过的生活啊，就是用怀旧的方式谈论回忆当时1959年发生的事，就是20年前发生的事，是这一个电影，可能有些人看过。下一章。这个最后呢，试验的结果呢，就是说他做了两组试验，有一个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个是参与。不管是怎么个情况，这两组老人身体呢都有明显的改变，也就是说一个星期以后呢，仅仅7天，他们的这个视力、听力、记忆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血压也降低了，而且平均体重也增加了。大家知道这个老年人，我们到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呢，都是身体肌肉骨骼等等在丢失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你身体有足够多的肌肉就是你一个巨大的财富啊，它你的寿命就会相对来说延长啊，也就是说他的身体的各方面呢都有了改善，相比之下呢，生活在1959年的老人呢，他的进步就会更惊人啊，因为他们更加的敏捷啊，那些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榄球，也就是我们的足球啊，局外人呢来看他们的这个前后照片呢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说你看看如果假设我们自己生活在20年前，你是不是就很年轻了，这个结果是哎，下一页。所以说呢，这个结果这个实验呢就引起很多的质疑，从来就没停止过啊，直到今天我们都不能相信这个人的大脑和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唯一的肯定的就是这些老人他在心理上相信自己年轻了二十岁，于是身体做出了相应的配合。你看我们的这个意念是多么厉害，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年轻了二十岁，那么身体呢就做了一个相应的回到二十年前的一个变化。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如果是觉得自己老，那么这个观念呢要及时的cancel掉，删除，然后呢我们回到这个年轻的状态。为了维持这个时间感，就是1959年的老人呢，他必须是比较的更多的专注啊，活在当下，就是更有意识的活在当下，他们的改善就更明显。从这一点上我们就看，我们不管到什么岁数，也70岁80岁，我们都有一个事情，有一个热爱的事情，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专注的事情去做。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事情，你就显得在此方面有价值，那么你就会感觉到你社会需要你，而不是说哎呀我老了，我家庭也不需要我了，什么都不需要我了，那种颓废的负能量。所以说我们的意识决定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动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状态。所以说这个返老还童的这个试验证明了衰老并不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呢来辅助，来综合因素帮助我们可以过更好的生活。下一页，亲爱的。对，所以说呢这个朗格教授呢他就认为衰老是一个灌输的概念啊，我们总觉得这个老年人虚弱啊、无助啊、多病啊，这是习惯，就好像是应该的一样，是必然的这个生理过程。其实不是的，只是意识上这样认为。你脑神经科学显示，一半以上的老人他的大脑活跃程度与20多岁的年轻人没什么区别啊。所以说他的短期记忆、抽象能力、信息处理呢方面呢都不差于年轻人，那为什么就会衰老呢？对吧？就是说我们大脑本身的这个基础的配件都还能正常运转，那为什么就是什么能抑制了我们这个大脑的这个潜能？下一页。真正的因素就是抑制老年人这个潜能发挥的因素，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呢它是一个崇拜青春而厌弃老年的一个社会。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呢就潜意识的还是喜欢这个青春靓丽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都不考虑这个问题，都想当然的认为自己永远不会老。与此同时呢，我们固执的这个轻率的认为衰老和能力减弱有着必然的联系。有一天你可能发现你有白头发啦，你皱纹多啦，你脑子想不起来事情啦，前面转一圈忘了你要干嘛，所以说就认为自己衰老能力减弱。这是所以说，但是这种思维呢是具有杀伤性的。所以我们就认同了，当这个记忆力越来越差的时候呢就认同了，不再寻找它的可能性。你比方说是积极的动机和相应的刺激，任何都是用进废退，包括大脑包括我们的肌肉，是不是我们运动，我们都知道要运动，可是我们的习惯着久坐运动量比较少，那么它就逐渐就肌肉就会萎缩，用进废退，大脑也是这样的。你比方说是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要学英语，一个英语单词呢今天背了明天忘，明天背了后天忘，一直就记不住但是呢经过不懈的这个努力呢我现在背英语单词呢基本上是过目不忘不是那么也就是说跟年龄没有关系。
很多的这个心理实验呢都证明，其实一个人的衰老速度呢与他的环境呢暗示有关系。你看我们社会呢大家有一个潜规则，就是什么样的年龄呢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如果是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呢穿的比较的像孩子一样，就觉得好像或者是等等有点为老不尊，就是你这个环境就是给你一个惯性的思维，这种惯性的思维呢和我们的行为就相对应。所以说因为社会的这种潜移默化，实际上是我们到了加拿大就知道，就是穿衣戴帽个人所爱，个人所喜爱就可以了。我们尽可能的让我们就是把自己往10年前打扮，那么你就是10年前的状态啊。这个真的是没关系的啊，谁也不会去说你穿的不对等等。你比方说是穿制服的人啊，你像在这个一些穿制服的人呢，不管是年纪多大都是穿着制服，所以说嘛他们没有这个老的概念。所以说环境对人的这个暗示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了啊。我们不管多大的年龄呢，尽可能呢还要关注我们的外表衣着等等，有高的要求呢我们就会永远保持年轻。这个专注力呢是朗格教学它的一个核心的概念，他通过这个返老还童的试验呢，认为我们这个日常行为很多的就是自动的潜伏状态下做过来的，就是潜移默化的这种出来的。我们常常需要停止下来思考一下正在做的事情，看看在当时的情境下如何反应，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专注力。其实我们就很简单，不管到什么年龄我们都要留意新的事物，积极寻找新的差异，寻找新的可能性。你比方现在这个疫情的话呢，在国内你去任何地方都需要你的这个绿码，就是手机微信上面有一个小的软件，如果你不会用的话呢，你到哪里去都非常的障碍。也就是说你70、80你会用，你在这个社会上通行无阻，你不会用的话呢你自己都打怵。所以说这个专注力呢对我们它是一种这个审判性的这个思维，它并不是意味着是否定，就是说我们一定平时多为为什么真的是这样吗万一呢，是不是如果是一个懂得专注力的人呢，年龄不是问题我们都不管你多大年龄都活在当下。所以说呢心有春天处处花开。那个这个朗格的试验呢和分析呢让我觉得我一直给大家，这是我们的第17节课，之前呢讲了蛋白质，讲了这个减脂增肌，讲了这个人体需要什么营养，包括这个过敏呐、养肝呐等等，这一个话题呢，这个观念呢是我们不需要成本的，不需要花钱的。之前呢，你蛋白质你得吃得好的，对不对？需要花钱，但是唯一的这个观念是不需要我们投资的，你只需要你的意识当中让自己有这么一个。处处年轻的意识，你的行为结果就完全不同。你像这位女士，她在106岁，她现在现在可能还要多。她简直是一个非常这个神奇的这个人生啊，71岁上班，96岁失恋，100岁拿奖。100多岁呢还正在创造奇迹，他把他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忙碌，然后呢没有时间去思考死亡。所以说不要在意老去，人生呢永远都不晚也不要在意老去的身体，只在乎拥有年轻的灵魂。
实际上这个话呢，可能有人觉得好像是没大用，但是呢，你有这个观念呢，你的这个思想就是意识，你就充满了这个能量，你的能量就特别足，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以后我们尝试着去做一些不要想着自己多大年龄了啊，跟年龄没关系啊，只要你能去做你就去做啊，否则你就觉得很吃亏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人生百态呢，人生百年，一眨眼就会过。跟这个我们衰老呢，很多原因就是疾病引起的。我前面一直就是讲这个，我们在这200年来医学研究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可能到医院里各个科室、各个门诊，都不知道要去哪个不每个每个门诊看病。实际上，这个人类呢，只有一种病，不管你是感冒啊、抑郁啊，还是癌症啊等等，它都是细胞出了故障。所以说，这本《选择健康》呢，在《纽约时报》呢，是最畅销的书，我认为是。这个近200年医学的这个最先进的一个发现，就是说，本质上归到本质上。那么，既然细胞出问题的话，就很简单了。我们把细胞需要的营养给细胞提供上，那么细胞就会负责修复身体。就打个比方，说是我们盖房子需要钢筋、水泥、沙子，需要工人来把这些材料组装。你只要是。材料到位，工人到位，你的房子很快就盖起来了。我们这个人体也是这样啊，我们吃的饭呢，就是提供我们身体的一个是能量，再一个是修复身体的一些原材料。工人呢，当然是比方说是益生菌呐、消化酶呀，都是这些食物加工的这个工人吧。哎，所以说，那么。只要把细胞的这个营养提供上，就相当于我们盖房的原材料提供上，那就非常的简单了。我们就知道该怎样保护我们的这个身体能更好的运转，而不出现生病。因为很多的疾病呢，都跟我们这个食物有关系。这个片子也是没过得来。就说我们现在土地呢，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是有机种植的话呢，我们地球的这个只能供养10亿人口。现在我们地球呢已经有70-80亿人了，这么多人吃饭怎么办呢？所以说是现代工业。那么现代工业呢快速的增长呢，就使这个食物它的营养不足。这个你比方说是我们食物里边营养空洞化，造成我们吃的不够。你像我们这个维生素 D。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温哥华呢是雨都，下雨天比较多，太阳比较少，晒太阳的机会少呢，很多人就抑郁。抑郁呢跟维生素 D 有关系啊，维生素 D 呢它就会，在新冠病毒期间呢，我们更知道与免疫力呢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呢，经常晒太阳的人，那个他相对来说他的免疫力就会好一些，不仅仅是跟骨质疏松，我们知道维生素 D 呢，就是可以影响钙、镁等这些吸收。实际上它跟我们的心血管啊、肌肉酸疼，还有这个精神抑郁也有关系。维生素 D 的另一个名字是阳光维生素。所以说，当你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可以试着考虑补充一下维生素 D。那么这个就会改观。再比如方说第二个锌的缺乏，你像你观察一下，看看我们的手指，如果手指上面有一些小点点，那个就是说明你这个锌缺乏，因为锌呢大部分存在，你比方说牡蛎呀比较多，海产品的比较多，有的人吃的比较少。如果锌缺乏的话呢，就是像神经衰弱啊、免疫系统弱，拉肚子、食物过敏，头发细，
肠漏呢，就是肠子的黏膜中，细胞和细胞之间呢出现了大的缝隙，食物呢进入体内，就造成过敏。很多人这个过敏，身体这个浮肿啊等等，都是肠漏引起的。包括这个湿疹呐、还有痤疮啊，也都是与肠漏有关系。你再比方说这个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呢，我们这个每个人需要多少呢？个体差异比较大。再一个，你生病不生病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当你生病了、感冒了，你可能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C， 啊。就好像你比方说那我们中国人做菜喜欢用那个姜丝来炒菜，主要是食材里边像海鲜产品加点姜呢，它能对抗它的寒凉，就是食物的偏性。当你感冒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比方受寒了，我们会用喝点姜汤，我们就用很多的姜然后煮汤来喝，那么它的剂量就非常的大，你喝下去呢发汗，你的感冒就过去了。这个维 C 也是这样，如果你好好平时的话呢，你吃的蔬菜水果比较多的话呢，你可能就不需要额外的补充。当然呢，你如果吃的是有机食物，它里边的这个含量比较多。如果是不够的话，你身体需要的多，那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我们在日常补充的时候呢，就是个体不一样呢，需要量不一样。但是你怎么知道你够不够呢？它最大的耐受性，就是说你吃到最多的时候呢，它的结果就会造成拉肚子，就是腹泻。那么你再把这个结果这个量呢往后退一下，就是你的这个最大合适的量。这就平时少喝一点啊，你吃的少啊，有的人说哎呀，我吃这个营养品吃了7年8年多少年了，但是我为什么还要生病啊，还要怎么治的呢？那么就是量的问题啊，就是每个人个体不同，需要的量不一样。如果你一直不满足啊，我们现在这个膳食指南里边推荐的量只是一个不生病的量。你像这些维生素矿物质这个缺乏的后果呢，就会导致一些这个慢性疾病。所以说呢，我们很多人呢，因为饮食，我们食物的营养空洞，我们活在这个危险当中呢，而不自知，这是目前的这些。你像这个还是以这个 VC 为例吧。我们低剂量，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C 的故事，就是船员呢出海呢，吃不上新鲜蔬菜水果，他就得了白血症。当他补充了这些维 C 以后呢，他这个人的死亡就会减少啊，就没问题。所以说他有一个最低的剂量，就是推荐量。我们市场上卖的保健品呢，都是达到这个最低的推荐量。也就是说像我们的生活呢，好像就只到这个温饱线，只解决温饱问题，不会死人啊。那么个中等的剂量呢，它一天呢是5000到1500毫克每天，这样的话呢，因为它有点富余，让我们就更健康一些。那么高剂量的呢，就是一天呢可能达到8000到4万毫克，甚至更高。那么这个剂量呢就有一定的疗效。你像这个新冠病毒，我看那些治疗的话呢，它都一天可能能达到20克的这个治疗量。这样快速的发展好起来。所以说我们这个营养学的世界呢，真的就像有电和没电的世界一样，你是没法想象的啊。如果没了电呢，我们一切都回归原始社会。人体的活动呢，就像汽车啊、飞机啊，都是需要动力的。我们的动力是这三大营养物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大家知道碳水化合物、脂肪这些燃烧的，蛋白质呢除了可以燃烧，还可以作为我们身体的结构。如果有些人现在我们很有些人呢吃饭呢不吃碳水也不吃脂肪，只吃蛋白质。然后呢你把蛋白质作为能量来消耗，就有点
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你身体呢，它在这个燃烧的过程中呢，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废物，所以说有些人也不，就是说不如我们总在找一个更健康更好的生活方式，但是呢很多人就是过于片面了一点，所以说我们还是根据我们七大营养物质呢要均衡，所以说这个人，我们人体呢它是一个能源库，我们储存的能源，当这个我们储存的能源低了以后呢，人的寿命呢就枯竭了，所以说就像我们的手机电池那样，如果手机没电了，你这个手机就没法用了，人体也是这样啊，需要我们，我希望我们大家电池呢不能说满格吧，也得在 80%， 也就是说每天的话呢根据我们的身体需要来吃东西，而不是在你的这个认知层面来想当然的吃东西啊，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那你就复盘一下，那你就看看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不是非常好啊，每个月半年几年，那你的状态和以前是不是还是那样，或者是更好，如果是不如以前，那么你就想想哪里出问题了，我们再纠正一下，达到最好的状态。所以说你看人体的活动，就是一切生命迹象都是能量的释放啊，也就是说呢，你有电的话呢，你就可以点燃一盏灯，如果是没这个能量，我们的生命呢就是油尽灯枯。下一页。我们植物的能量呢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就是说其实我们你看那个植物界大象吃的都是素食，是不是它就把这个碳水化合物呢也都是转化成脂肪啊等等所需要的。我们这个实际上很多人呢，我们现在生活好了呢，大多是以，尤其是我看像我家孩子吧，都是以肉食为主。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应该是这个植物性的食物呢，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能量，能帮助我们。我们尤其是中国人呢，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消化适应呢，还是以植物为主，所以说日常饮食呢，植物性食物呢占80%，动物性食物呢占20%，还是比较合理的。每个人就像我，现在刚回到温哥华一样，这个时差，其实我也想那个白天不睡晚上睡，结果身体的这个记忆呢，就非得让我。晚上不睡觉，到了早上就开始睡了，一睡睡一上午，这个也是这个和身体的对抗呢，真的是需要一个强制性的，也就是说我决定明天开始白天不睡觉，这样的话晚上困了自然就睡得好。那么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对于食物的选择和消化呢，你也可以强制性的，但是呢强制性的是需要几代人的积累啊，需要几代人的进化能达到的，不是说一下子就到的。我通过这个导时差这个例子，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我们碳水化合物呢转化成脂肪呢是生物进化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因为把这些植物的这些能量呢储存起来，保证我们没有食物的时候呢来那个对抗下去。这个肉食动物呢吃素食动物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植物呢可以提供碳水化合物脂肪，但是呢没法提供生命的最关键的物质，就是蛋白质。因为我们之前讲课呢，蛋白质讲了好几节课，蛋白质是一切细胞一切生命构成的根本性的营养物质，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荷尔蒙，就是我们说的激素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激素呢对我们的这个人的影响非常大，你像这个小孩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的激素满满的啊，他的生命力就非常的强，到了50岁以后呢，激素就更年期
更年期左右呢，激素猛的下降，猛的下降呢，人的就是各种变化，各种问题就会出现。所以说激素对我们的保证呢，对我们身体的是一个保护伞，保护伞的作用。嗯，它是由什么构成呢？是蛋白质构成的。再一个就是酵素，酵素呢就是我们食物我们吃的这些食物转化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些东西，身体需要的这个氨基酸呐、葡萄糖，还有一些这些呢都需要酵素在中间分解，而这些东西呢都是需要蛋白质来合成，就包括免疫系统的抗体也是蛋白质，所以说我们的身体的运转呢离不开蛋白质，所以说整个自然界，我们看这个，这个日常呢，日常我们有三道防线来确保能量始终供给，就是说我们各个器官呢不断电，始终有能量支持运转。第一道防线呢就是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呢，你像我们的这个大脑呢需要的是葡萄糖，当我们不吃碳水的时候呢，那么大脑，它就需要分解，身体的脂肪啊，还有这个肌肉来形成葡萄糖，糖的异化来供给大脑这个运转。那么这一个呢，就会不如用碳水来更清洁的能源，所以说更划算。所以有一些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呢是应该要改善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因为不动所以说呢就发胖我们为了减肥那么就不吃，那就不对的。第二道防线呢就是脂肪，当体内这个碳水化合物都消耗了以后呢，那么身体就不得不动用保护机体用于过冬用的这个脂肪，这样的话呢就处于一个不利的状态，就表示机体呢有危机，那么就需要身体呢动用储蓄来发电。如果我们比较胖的话呢，皮下脂肪充足，那么就可以不断的消耗脂肪来供电，保证各个器官呢能正常的这个运转。但如果你本来就瘦，那就很糟糕了，那么身体只能消耗黏膜上的脂肪，保护膜上的这个脂肪来提供热量，但是这样是很危险的啊！你就说你没得消耗了，你这样就意味着组织器官它的这个保护水平就降低了，所以说我们要人人而异啊，尽量保持适当的体重。第三道防线呢就是蛋白质，在这个第二步脂肪提供这道防线不够啊，或者是不好用的情况下，你想我们很多有生酮饮食啊，但是它生成酮对人体不好，所以说它是有毒的，那么它只好就动用最珍贵的蛋白质来转化成能量。我们身体里边蛋白质呢它是不储存的啊，而是以细胞的形式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将蛋白质转化热量的时候呢，身体呢就会命令一些细胞来自杀，或干脆就派出吞噬细胞直接吃掉那些非主要器官上的这个细胞。你比方说我们的皮肤肌肉黏膜上的这个细胞，这些呢都不是生命器官，所以说它就这些细胞呢就肢解了，然后抽出蛋白质作为原料运用一个脱氧的作用呢转化成热量来源供热。这个时候呢身体的细胞呢它的死亡加速，如果不及时的提供碳水来改变这种状况呢，我们身体内部的各种非生命器官的细胞呢将一批一批的被干掉，抽取蛋白质，然后将蛋白质转化成热量满足身体的各个运转所需要的能量。大家了解了这个信息是不是你不会再饿着你自己了是吧，不会再这个靠饿来减肥了，你减的不是脂肪，减的是你的生命啊，减的是你蛋白质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疾病，像糖尿病、癌症、肾功能衰竭这些重大的慢性疾病，都和病人长期的疲劳、长期的低血糖不足
导致能量不足引发疾病啊，很多慢性疾病都是源于这个根源就在于能量不足，能量不足呢根源在于碳水化合物的缺乏以及没有被合理的利用。所以说你看碳水化合物的种类很多，转化成糖之后呢就会使血糖升高。我们身体对于血糖呢就是像人类对于能源一样，一旦血糖过高而没被及时的用掉，身体呢就迅速的将糖转化成脂肪储存下来，无论有多少糖身体都努力的存下来以脂肪的形式。除非是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需要更多的糖。那么下一个血液和皮下的脂肪呢就会大大的增加，尤其那些蛋白质摄取不够的不补充的人体呢知道未来靠不住，没有足够的蛋白质拿来用，所以说呢就会将更多的碳水化合物呢以脂肪的形式储备起来，以备战斗，用于这个应付压力，用于敌人入侵。那么储备下来你就用的不够了。这就好比方说我们一个人一个月收入3万块钱，收入3万很高吧，但是他不用，他不消费呀，他就用了2000，那28000他全存起来了，所以说他还是个胖子。所以说这个很多东西呢我们要了解一个科学原理。血糖的关键呢就是在于稳定，就是我们血糖在血液里边有一个平衡值，高了也不好了，低了更危险，低血糖是致命的。就是说很多人就是拼命的管住嘴迈开腿把你身体的血糖消耗了，那么真的低血糖的话呢就会严重的可能造成休克，不及时抢救的话呢会失去生命。所以说我们身体呢我们在平时的饮食呢就是说你一定要均衡，一日三餐老祖宗传下来的，你都不要漏掉啊，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身体的每一刻呢都保持这个稳定的血糖，也就是说我们有足够的电，足够的电压，足够的能量，这样的话呢我们免疫力就强大，免疫力强大的话呢我们细菌病毒我们都不 care 的是吧，都不会在意的。那么身体有能量的我们就会有抗压力。你看这个身体好的人呢情绪呢都很平和，就是非常好很舒服，而身体不好的人呢他脾气都不好，情绪非常的波动激动，这种人相处你就觉得很不舒服，这个都跟这个身体的能量有关系啊。所以说这个压力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有压力，就看你是怎么能来化解掉。在缺少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下呢，这个脂肪燃烧呢它会释放出有毒的物质丙酮酸，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使身体呢进入酸性体质，而酸性体质呢它会令机体细胞的衰老呢加快，战斗力工作力下降。所以说大家知道如果是蛋白质转化成热量的话呢它也会使身体的尿酸形成增多，以及乳酸形成，这一个呢都会使体内陷入一个酸性的体质。那么酸性我们都知道之前有一个理论就是说碱性体质酸性体质，如果体质变酸呢就容易造成各种慢性疾病，比方说是癌症等，它这是有一定的这个依据的，就是说大量的乳酸，这个大量的乳酸呢你比方说是你过于你运动你干什么体力活，然后呢因为这个时候它的燃烧你身体的这个能量啊糖啊维生素各种的燃烧完了以后呢这些营养缺乏，你的身体呢酸酸的特别特别的这个不舒服。你比方说如果你现在去爬一个泰山，那么你回来你一个星期的回身肌肉都是酸疼的，就是大量的乳酸啊。你看我们这个身体如果是有肿瘤的话呢实际上是吸收乳酸的一个措施啊。瘦的人呢如果是他有肌肉这是非常好的啊。那么要胖起来的关键呢就是一定要补充碳水化合物。
胖的人呢，如果他的肌肉不结实，也不是运动员，缺乏运动，那么就说胖的人要想瘦下来呢，也要增加这个蛋白质。脂肪的摄取呢，不会让我胖，也不会让你瘦啊。那么最关键的还是碳水化合物，所以说碳水化合物呢是很特别的，你吃的多了呢，它就转化为脂肪，吃的少了呢，就会引起这个低血糖。所以说碳水化合物呢是真正需要少吃多餐的一种食物，而蛋白质和脂肪呢都可以一次性吃够啊。我们就是说你平时呢你可以把水果啊作为零食补充，这是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生活习惯。我们的这个从零到一百呢就可以就说健康和疾病呢他们之间呢是可以转化的。我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呢大约只有5%的人是健康的，75%的人处于亚健康，而20%的人呢是处于生病状态的。实际上是不同的这个生活方式管理呢可以使我们处在不同的阶段，也就是说亚健康是动态的，是可逆的，关键呢我们要提前预知，提前这个预防。体检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感知。如果你感觉，因为有时候体检呢检验不出来，你比方很多的这个猝死的人，那个他就觉得他之前都非常好好的没什么，但是突然他就猝死了，就是因为体检检测不出来。所以说我们身体的任何不舒服呢一定要重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对健康的定义呢不仅仅是身体健康呢，不仅是身体没病，还要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的适应能力。他把呢这些分为这些几个方面啊。